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欣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欣。民国一百一十一年四月二十六号，星期二，现在早上七点十三分二十九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非常的类似，白天炎热，但是呢，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像昨天午后的一场大雨哦。我看我的朋友就。 淋湿了这样子哦、喔，对，那撑伞好像感觉上都阻挡不了这一场大雨啊、喔，那么要特别的注意。好，今天呢，北部地区呢，仍旧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百分之八十，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四到三十四度。 中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二十，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四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也是百分之二十，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四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百分之二十，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四到三十一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六到三十度。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台中、宜兰、花莲都是二十五度，台南二十八度，高雄二十九度，台东二十七度，澎湖是二十六度。好，很热。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有股市呢，四大指数终于止跌了。而美股的止跌，今天能不能够带动雅股、欧股的止跌呢？还要值得观察。昨天美国股市呢是开低走高，一度呢其实以道琼来说呢也曾经大跌哦。那么但是呢最后拉尾盘，那么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两百三十八点，收盘指数是。 三万四千零四十九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七。那斯克则上涨了一百六十五点，收盘指数是一万三千零四点，涨幅百分之一点二九。S M P 指数上涨了二十四点三四点，收盘指数是四二九六点一二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五七。 费城半导体则是大涨了五十二点五六点，收盘指数是三零四二点三九点，涨幅达到了百分之一点七六。那么，呃，费城半导体重新站回了三千点，也来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呃就是涨幅来说呢，是四大指数当中相对比较大的。好，那这个最弱势的反弹。 那影响所及呢？台股的 ADR 当然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涨多跌少，不过呢，仍旧是跌多涨少。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九，红海的 ADR 呢则大跌了百分之二点六二，日光的 ADR 也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一五，联电的 ADR 小跌了百分之零点一三，中华电信的 ADR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八六。 而台指期的夜盘呢，则是上涨了八十六点。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国际原油价格反映的呢，其实是全球的需求。那么，中国大陆呢，在上海的封城至今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北京的病例数又开始增加。 所以引发的是，昨天不只是陆港股的恐慌，其实全世界的商品市场呢，都出现了恐慌性的卖压。所以呢，纽约原油价格大跌了三点五三美元，每桶的报价是九十八点五四美元，跌幅达到百分之三点四六。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四点三三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一百零二点三二美元，跌幅百分之四点零六。而在农粮产品当中，也是跌多涨少的。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十二点五零美分，跌幅百分之零点七三。那么芝加哥小麦期货呢，则是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三五。芝加哥玉米期货则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八五。所以在贵金属的部分。 全数下跌，黄金呢有两个程度的卖压。那么一边呢，是因为美国的公债直利率不断的往上狂飙，所以呢，带动了就它它这个这个公债的这个殖利率往上飙呢，对于黄金的投资买盘是会产生影响的。因为呢，黄金是无法孳习的。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还有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封城影响到消费意愿，而中国是黄金消费的大国。 所以呢，不管从投资的角度或者消费的角度，都出现了卖压。因此，我们看到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三十八点三零美元，每盎司的报价是一千八百九十六美元，跌幅百分之一点九八。 是二月二十五号以来的最低价，然后同时也跌破了一千九百的关卡。白银的期货呢也大跌了百分之二点四三，铜的期货也大跌了百分之二点八四，钯金的期货大跌了百分之十点七。好，这里面都是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的封城可能影响的。 在工业方面或者消费上面的需求的锐减，这个对于全世界而言，其实产生的冲击都相当的大。好，另外呢，欧洲呢也是顺着美股在上个礼拜五的大跌，然后雅股在昨天的大跌，那么紧接着呢，欧股在昨天下午（台北时间的下午）呢。 开盘之后呢，开低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呢，英国金融时报白铜股价指数下跌了一百四十一点，跌幅达到百分之一点八八，而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一百三十二点。 收盘指数是六四四九点，跌幅高达百分之二点零一。法国并没有马克宏当选的庆祝行情啊、哦。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呢，则是大跌了两百一十七点，跌幅达到了百分之一点五四。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哦、首先呢，要值得注意的是，昨天金融市场当中呢，除了股市在雅股跟欧股的大跌，尤其是。 这个雅股呢，这个入港股的部分呢，出现了黑色星期一。那么最重要，这背后反映的是需求可能会因此锐减，所以商品价格的锐减，油价跌破了一百美元的这个关卡啊，那个纽呃，这个纽约西德州原油呢，那么大跌。 那么同时呢，影响所及，还有包括了其他的原物料都受到了影响。好，这个是因为有这个整个需求呢受到了冲击。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关注的其实是升息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根据九位熟悉欧洲央行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啊、哦，那这个是外国媒体的报道。那么现在欧洲央行可能会在今年的七月。 最迟九月会开始升息，而且今年可能会升息两次。那么一次升息零点二五个百分点，两次就会升息零点五个百分点。 那不过现在市场的预测呢，是认为说呢，应该会升息零点八五个百分点，那也就意味着会升息可能超过三次。好，这个呢是欧洲央行可能会因应通膨的问题而升息。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德国，德国的企业信心呢其实指数回升了。那么，嗯，这个根据 i p h o n e 呢。 经济研究院所做的调查显示，德国企业信心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呢，上升到九十一点八，虽然不到一百以上的乐观，但是基本上呢，是减少了悲观的程度，比三月份的时候的九十点八，明显的要提高增加，也比预估要来的好。 那么这里面凸显出俄乌战争呢，对于德国经济虽然产生重击，但是德国经济具有韧性，所以德国企业现在对于俄乌情势呢，对于德国经济的影响。 反而是开始转趋于乐观。那么，不过呢，在通膨的问题上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他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德国政府呢要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通膨呃通膨的预测呢上修为百分之六点一，这个呢其实是相当高的水准，所以意味着通膨的问题在德国还是非常的严重。另外呢，在 呃，我们刚刚提到了，不管是欧洲央行或者是德国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再看到美国联准会，这段期间呢，美国联准会的官员都会进入静默期，不会再有任何有关于利率决策方面的谈话，等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的会议之后呢，才会决定。所以呢，那么整个央行采取紧缩的态度呢，也使得全世界的负值利率的。 公司债全部都消失了，哈，当负值利率的公债还有，但是负值利率的公司债全数消失了。这是彭博债市指数所追踪的投资级的公司债呢，值利率现在都在零以上。那么，呃，而去年十月的时候呢，负值利率的公司债的总值还超过了一点五兆美元。 现在这些投资级的公司债呢，平均的。 这个呃，全世界的公司债的平均值利率呢是百分之三点七，也比二零二零年底的时候的百分之一点三明显的提升上升了。好，接着呢就是马克红当选这件事情呢，那么终于让欧盟跟欧元区松了一口气，但是它内部的情势呢，可能还是它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来看到新加坡昨天呢公布三月份的通膨率攀升到十年来的新高，年增率。 高达百分之五点四，所以呢，新加坡呢的这一个，他们叫做金融管理局，他们叫做央行，就等于是他们的央行，那么确定还要维持着紧缩货币的政策。另外呢，马斯克收购这个并购这一个推特的这一件事情呢，现在传出来呢，现在这个推特呢要答应马斯克的并购。 总额度可能高达四百三十亿美元。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的资金呢，快速的从美国、欧洲流出，美股基金呢，连续两个星期资金流出，那么上个礼拜呢，继续流出了一百八十九亿美元。那么，另外欧洲呢，上个礼拜持续的流出，流出了二十九亿美元。 资金呢？那么从大部分的市场撤出，但是呢，流向新兴亚洲。而在新兴亚洲当中呢，其实重点并不是要流入中国大陆，市场也是流出的。那么重点是流向泰国、印尼。 还有马来西亚，然后快速的从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印度来测出。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那么中国大陆昨天呢是股汇双跌，而且呢杀声隆隆。那么以上证指数来讲呢，是大跌了百分之五点一三，跌破三千点，收盘指数二九二八点。深圳成指也大跌了。 六百七十二点，跌幅高达百分之六点零八。那么收盘指数一万零三百七十九点，香港恒生指数也大跌了七百六十九点，跌幅高达百分之三点七三。收盘指数呢，再度的跌破两万点，来到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点。那么。 这个陆港股的跌幅这么重呢？其实不只是这个股市在汇市的部分，人民币呢连续在上个礼拜五个交易连续的贬值。昨天呢，在人民币跟离岸人民币呢，曾经一度贬破了六点五，而这个这个离岸人民币甚至于贬破了六点六的关卡。那么昨天呢，人民银行在晚间的时候呢，那么宣布从五月十五号开始。 下调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准备金，什么意思呢？就是存在大陆的金融机构的这个外的外汇存款呢，它所提存的准备金，从原本的百分之九下调为百分之八。 那这就使得市场上的美元供应会一口气增加一百亿美元，那就是代表的这个市场的美元供给会比较充足。那这个时候呢，美元会相对比较贬值啊，人民币就可以升值。这是主贬人民币很重要的做法。去年呢，大陆是两度调升外汇存款准备率，那么。 在阻止人民币快速的升值，而现在呢，必须要这个调降这个外汇存款准备率来阻止人民币不断的贬值。不断的贬值，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上海的风控呢，至今呢还没有看到一个底线。然后北京呢，现在传出来呢，它的朝阳区呢，在这段期间。 那么增加累计的感染病例数高达四十六例，昨天呢是新增二十例，所以呢朝阳区今天呢等于是某种程度的风控，那呃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会不会使得北京呢也进入风控？现在呢成为国际上面关注的焦点。好，另外呢人民银行为了要救房地产企业。 昨天呢，邀集了十二家房地产企业，包括了恒大、佳兆业，也就是呃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房企，还有八家国有银行，呃六家国有银行，十二家股份银行，以及五家资产管理公司，然后要讨论讨论松绑这些收购的限制。 所以呢，要救房地产市场的态度已经更趋于明显。好了，我们再来看到昨天呢，台北股市呢也出现了外资大逃杀。台北股市呢，昨天大跌了四百零四点，收盘指数是一万六千六百二十点，跌幅高达百分之二点三七，跌破了三月八号的低点，同时呢是直逼去年五月二十五号的最低点。 那么跌幅高达百分之二点三七，不过成交量放大到三千一百零二亿元。OTC 呢跌幅更是高达百分之三点六六，外资呢一口气卖超了四百二十一亿元。现在台北股市的跌不停，其实不只是外资的卖超，其实也看到散户的缩手。从证券划拨存款余额，三月份呢减少了。 将近九百亿元，八百九十九亿元，可以看出来，散户呢其实也受到了信心上面的动摇。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从这个鹿港股一直到台股哦、啊，其实跌不停的状况，要如何的来看待？马上回。